有点意思。怎么回事啊？太不入流了，赶紧给我安排一下，我换个地方。这边请。我不想再走一回。这位先生，这样不太好吧？什么不太好？这位不错呀，这味儿挺好的，我这不挑，真的。这位先生，您既然是我们卡夫西的座上客，应该可以看出来，来咱这儿吃饭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。我看先生您家世也不差，理当受过教育，怎么吃相如此夸张？什么意思啊？挑我吃相啊？哎，我就不明白，你们这儿不是一馆子吗？你们这馆子是供人吃饭的，还是教人吃饭呀？我就这么吃饭，我不这么吃饭，我吃不下去，怎么着？这怎么着？闭嘴！以后再怎么啰里啰嗦的，我就打得你屎也出来，尿也出来，打得你脑袋只能吃一根面条。结账，讨厌！一共5块大洋，多少？5块大洋也好意思说？见过钱吗？哎呦，5块！我想起来了，我那钱呢，给跟班儿的，就是那干什么干什么？你想吃霸王餐？跟我动手，知道我干嘛呢？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他想吃霸王餐，怎么着？你吃了命一条，你还这么……哎，别动手！好了好了，放开这位公子。三爷，这桌记我账上。是。哎，三爷，我不知道您在这儿，上次是场误会。小伙子，美食是要慢慢享受的。三爷您慢走啊。三爷再来啊。得罪了，小的不知道您是古三爷的朋友。得罪了，你们俩是男人。